香港艺人陈智深在与老婆宋希濂在八月尾迎来两人首个爱情结晶品，荣升为新手爸爸妈妈。在宝宝还没出生前，他们夫妻俩经常在社交网上分享怀孕当中的宋希濂孕照。尤其是陈智深的帅气鬼鬼底的模样，还有妈妈的美貌，让不少网民纷纷好奇宝宝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会像爸爸还是妈妈。从宝宝出世的那一天，宋希濂曾经公布过宝宝的小头顶，但却没有真正的看过宝宝的样子。近日，新手爸爸陈智深大方地在自己的社交网上分享两张宝宝的照片。第一张照片，儿子的脚上绑着出生婴儿的标签，另一张照片则是宝宝的正脸近照。他笑问宝宝，看看他，你觉得他像谁？陈智深自己就写下，宝宝的鼻子和嘴巴都像自己，一双迷人大眼像妈妈宋希濂。网友看了之后都大赞宝宝好靓仔等留言，宝宝长得真可爱，不知道以后长大了会怎样呢。